真的很难，我怕他砸着我。比我想象中会难很多。是是是，我觉得你要这么玩棒棒糖，你可以叼着。来，继续。一，二，三，走，有了。好嘞，好嘞，第二个。这个游戏，哎，刚刚有人讲规则吗？请问一下，或者说就是不重要。Hey, 不重要，就是这种节奏，就是分两个步骤。哎，但其实如果能一个手接球，一个手接超越。一个手接球，你刚才不就是这样吗？你只这么一个手接球，一个手接超越。小丁是理解了游戏规则哈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来吧，咱们或者咱们一块手一起，一二三，走。哎，我发现这就是超越，他每次转过圈来之后都不知道要去干嘛，好忙，是吗？对，转过来之后就。哎，如果我们跟拍戏的时候一样，就是先把那个脚转好。确定吗？这样一转之后，其实就好。哎，好，对不对？觉不觉得他们的脚扭得更厉害？何必呢？我都扭不了。一，来吧，三，走。他们俩好像在跳芭蕾舞，还蛮美的，倒是。他们两个的这个搭档的姿势都摆好了。你看到球了吗？没有，我只看得到，我只看得到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！就是我现在是感觉，就是雨熙他在参与一个那个体操的那个表演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还有一个办法，你转过来之后，哈，兜住他，试试看，来。你扔垂直一样，好，垂直一点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哇！你看他在那儿，他在那儿。不如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啦！不如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啦！我说了，像丁禹兮在表演体操，你知道吗？